早上弟弟，早上先生，唔该，我而家使用介绍自己，我叫施蒂姆尼罗，我今年22岁，我边做饭，我有个女5岁，我个身体个有155个，我个体重有67公斤，我身体高，我眼光高。我唔识做肉，但系我识煮做肉。我以前做过喺亚加达3年，2021到2024年。我个老板系中国人，我个老板屋企有4个人，我个老板屋企有4个房间，2米3个厕所。我工作系最松、最松、最三等三只边屋企照顾婆婆70岁，照顾小朋友1个女8岁，2米4只。我是照顾老人家，照顾 BB， 照顾小朋友。我而家学紧讲中国中文、广东话。我识正义、正鸡蛋、豆菜、豆饭、豆面、薄粥、公公焖鸡同埋薄冻。我应承你做满两面合约。我想做一系韩国人位。我要揾多啲錢俾我要自己做買家人，我會勤力做嘢，電話禮貌，電話老實禮貌，我會服從。我希望弟弟先生就我，唔該曬弟弟，唔該曬先生，再見喺香港，拜拜。